前段时间不久，有几天的时间嘛，我就做梦有一个河，很河好像是岸上都是水泥砌的，河很深，有一个很熟悉的，不知是师兄还是熟人掉到水里，我拼命的在喊，结果连一个人救都没有，结果我看他快要沉水了，我伸手去拉他，结果我也栽到了水里，当时我就拼命的喊观世音菩萨救我，观世音菩萨救我，当时就出了一个不太很大的就是象嘛，大象，然后我就记得我被大象就救到了，大象骑在了大象的背上，准备把我就是飞走的时候，我就对这个大象说，我说里面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，一定要救他，结果这个大象就回头告诉我，闭上你的眼睛，屏住呼吸，别让水呛了你，不要睁开眼睛，然后我就觉得下到水里去救人，救人的时候水都往两边分，但是水特别黑，但是我到了水里只捞了上了一把衣服，没有就把人就是捞上来，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一，你要帮一个人背业，背业背到你自己都背不动了，你被他拖下水了，因为你现在学的心灵法门，那个人肯定没学，所以菩萨派个象，就是天神来救你，瑞兽，现在两边水往两边分，实际上你要救的那个人在地狱里边，听得懂了吗？哦，听了懂了，师父。我告诉你，所以师父为什么在人间很可怜，有的人你跟他讲话他不会听你的，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所以他觉得自己根本不要师父讲，完了，我也不能讲。所以你知道救不到别人的时候什么心情？我知道，心里特别的难过，特别的就是悲伤。好了，救得了不啦？这个人在人间，并不是说什么都能如愿的，并不是说心想事成的，并不是说有缘无缘众生你也能渡的，你渡不了的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